刷底呀、啊！我来、啊，刷个底这么慢，交给你了。老公，给我买个大的丢色盘，用这个。好吧。哇，好多三线啊！拿来做颜料。小朋友不可以玩牌，给你个棒棒糖吧。谢谢。妈，又不知道飞哪里，看我的！哇！阿姨，借我点毛线哈、啊。哎。北京哪里可以买到艺术品？上得物啊，这里的艺术品权威鉴别保证，挂在家里还很有品味，喜欢的可以去评论区看看哟。